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一拳超人改成每周的一三五更新，七天更新哦，一三五日更新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来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出个点券 ，OK， 然后超商特卖区。这一次出了这个战术的这个 UP 哦，战术的 UP， 结果我前两次才把这个战术补给券给买完哦，有点衰啊，有点衰啊，不过也没办法。每周限购，这边这样一样要买，该买的一个都不要少，都不要少。没问题。然后礼包区，不对，日常区。你看这个我都买完了，不能再买了。战术补给啊，以后我要等 UP 才买哦。然后这个买一买。这个我也买，没问题。还有什么？活动？这个祈愿水晶，储值500经费。350加210。哎，啊，怎么不能领 ？OK， 全部领起来，舒服啊！我就喜欢这种活动啊，可以多出一点哦。再来，哇，有 UR 的万能碎片啊，太好了！全部领完，哎，后面还有啊，干，后面还有哎，囚犯脚镣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对我好像有用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经费是，这个对我好像有用，请稍等，老弟一下。好了，各位，相信你们都知道哦，老弟的水嫩嫩囚犯一直以来都是一绝而已哦。我靠！我刚好差一个这个觉醒石哎，我靠！这个活动是为了我打造的吧？来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太懂哎，我要祈愿这个啊，来再除700经费，一直以来老爹的水嫩嫩囚犯哦，一直不够强，就是因为。我才一绝啊，现在我好像可以二绝啦，2200。再来，拿到啦，觉醒石拿到啦。最后再拿这个脚镣，差多少？在1040可领奖，在1040700。
加350。哇！全部拿到啦！顶级的囚犯终于来啦！我再也没有矮人加一阶啦！之前这个账号来的时候啊，他就一绝啊，害我很难打。二绝囚犯，来人圣灵，终于啊，看谁还能跟我斗啊！这个还要强化吗？这应该不用了吧？反正我二绝了，对吧？然后脚镣直接升星，哇，各位大幅提升啊！那么现在各位之前的竞技场老掉，竟然曾经输给这个什么炼狱犯啊，我曾经被他干掉过啊，然后他就一直打我，一直打我，一直打我啊。那现在我有二绝的囚犯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换上我们的原子武士，挑战我们的炼狱犯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我的水嫩嫩终于二绝啦！我等好久啦！来，再来！老弟的忍者，我要看这个动画，水嫩嫩囚犯的动画，星光剑舞，2亿2000万，再来！水嫩嫩囚犯来了，二绝的，终于二绝了！终于二绝啦！靠腰，怎么好像一样烂啊？啊！这个水嫩嫩囚犯怎么一样烂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二绝有差别吗？差在哪里啊？应该是整个队伍会变比较硬吧？应该是吧？反正不管啦，老爹就是让他二绝啦。就是这么狂，部落面包5亿9000万，再来原子斩呐！奇怪，我当初是怎么输给这个炼狱犯的？啊，我怎么感觉直接屌打欸？难道水嫩嫩囚犯二绝差这么多吗？我之前真的被他干下来过一次，哎，一两次啊！我终于成长啦！对面的 King 没有救了啦，你已经输了！我连原子武士血量都这么多啊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来，我认真看一下二绝的囚犯到底是变怎样哦，差很多哎，我觉得我整个变超强哎，二绝的囚犯，这个是意外惊喜啊，40%非暴击免伤，持续3回合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算是意外的惊喜啦。那么，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